嘟嘟啊，妈咪，你来水煮牛肉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啊，你来用好吃找来锅吧。好吃，好吃个屁！哎呦我的妈！妈咪，给我拍电话。你来呀 ，boy。好呢。好嘞。妈咪，落口再说。给你退嘞。生气了。来来，那把那就拍了后面。嘟嘟。我吃奶怎么了？我吃奶怎么了？你小时候没吃过奶吗？再说吃奶能不该，你不知道吗？哼哼，不理你啦。嘟嘟啊，啊哇，叫你那写声母表和韵母表都写到几个？你那讲嘛？啊，对你写个嘛字啊？啊？你哈？我问啊，老妹蛋，声母是什么？韵母是什么？啊，老妹蛋，声母是你妈，韵母也是你妈。哎呦我的妈！一同你挨过讲，侬那做够乖啦。哎，今麦没弄没弄了，伊也吃呢。宝贝，吃没？妈咪也好吧。好。我做你阿妈听你夸话句呢。妈咪最漂亮。哇哦！妈咪不仅漂亮，还胖。哎呦我的妈！对吧？你走，刚刚偷来个妹个兄弟，你怪调皮啦。啊？调皮是孩子的天性，不要迷恋我。姐只是一个传说。你呀，唔生手机，呀，无怪成只要熬。啊？生手机成只做熬哈？你现在有生手机吧？我现在去你个手机要生啊。哎，老考上大学吧？你别笑。哎，博主做你啊？明白，他爱读书，跟生肖机无关系。哎呀，跟咩个有关系啊？哼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哇，厉害！你知道我汤耳之中，你会知整几点吧？几点啊？你家己听，十二点半。哼，咩都听啦，十二点半还袂搞到。快忘记了啦！啊，你会知呐？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会不？听我唔知，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嘿。有食盖面，哎，个咱三阿哥应正难食盖面。哎，只三等妹问咧，唔知就见到食盖面了，就拗拗。啊！看得出你老母食盖面，奶奶。不要讲这，他吃盖面肥狗哦。哎呀，是无用咯。遐吃盖面，佮吃不还是吃上啊？我太难了。爸比啊，今仔吃哪买？吃里边。吃王啦，我今仔大过一时，才拄吃回去。你当是我回去？你别笑！老板，这个写对就对，字应打我过。你干嘛看？老板。你看。老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叮叮叮！妈咪爱食蛋糕没？没，我咪食咩蛋糕啊？我都减肥。嗯？直接减肥最无推到你上过啊！咪那么耍呐？我早就想开始减了啦。啊？当自己的就会打。哦，那真，买个假胶可以咬。明天醒来又有昨天。我们就像天没有到我了。问你一个问题。问吧。我妈咪胖不胖？妈妈不胖嘞。
我说的是我，妈咪。妈妈的脸没有你大。这你别笑。我说的是我，你妈。你胖就你胖，干嘛老说妈妈？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嘟嘟啊。我在俺家了，微笑没哈？哎，你还笑我没？我没。只要你这个话，我家了微笑没？你没笑我啊？啊？你哪能不认笑没？俺老不是算认输。哦呵，你打的鼓，你哪记得鼓？狗呀！这个很笑我哈？非逼我说出来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要去水里找不到空隙。我没心情，叫你老母去水里。有嘛哈？老母有家了哈？因为我惊做狗挂。哎，来点念点念，你想到我生气吧？我们去水里找，我来去买鱼。你今天干嘛啊？你做牛精来家了生气呢？哎，不加班呢嘿？妈咪，那整整整你好开心嘛？啊，老妹，以前唔知咩嘅喏，哦，有那搞我发个红包啦，发古奖诶，一种名言来说，是啦，过节么要有仪式感。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啊？跟你讲晓得为什么啊？伊笑妈咪诶呐。春灯都无去了，咩噶咩噶？该流量啦。那你还不明白吗？你别笑，你这自私。你个多情又无情的人啊！妈咪来看。看咩个？这老爷爷送这老奶奶的鲜花。阿做你啊？阿老伯有送起来无？遐都糖尿病就来有鲜花吧？哈正食咯，这咸湿老，目睭卖加起。啊，你是讲啊？你妈咪卖加起话乌了啊？好，我听了。我目睭卖假起，嗨！妈咪，你目睭假起点点啊？你这工资呢？这是什么？一错，这是手指头。我问你，它是一是二了吗？早说。请问贝多芬为什么不用这个手指头弹钢琴？受伤了。错，因为这个手指头是我的。